哎呀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又讲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就这样，不然还要怎样？也是，还没结婚呢，就给你戴绿帽子。你这种女人，别理他。妈呀，你把自己当……你多请他喝几次花酒，我想知道苏三喜到底干了些什么。啊，现在这花酒贵，你以为我没喝过花酒？这些妓院的小姐哪有米高梅的舞女、舞娘、舞女？白天我不这些。臭豆腐蛋还真跟个代出场似的，会杀人了。你看，这石榴花呢？没有，我找半天没有。没有糕点也行。糕点也行。糕点也行。啊，那边有卖圆面糕的，很快。你去买，我给你报销。真的。这事儿办成了，我全完了。不是嘴瓢就是打击了。瓢。你是不是啊？还没回来。对不起，晚安。那好嘞。跟我说清楚，你为什么会受伤，在什么地方受的伤？放开我！雨森，雨森，醒了吗？赶紧起来了！头儿，起床了，早点买好了，不吃该凉了。我相信你也是一个喜欢浪费时间的，你应该也喜欢那些琴棋诗画这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情调图。如果不是在这个世道苟且偷生的话，我倒是觉得喜欢浪费时间的人是可爱之人。你也许不知道吧，其实春宵没想到出座还有这样的心情。对不起，你等。其实我是你说的，你没有给我欺骗我啊？你说你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？你还会弹琴？陆长，您在军统飓风队。苦煎名单上面是排第二的。叶，你听一听，跟着你干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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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跟着你干活去啊！